听说那个薛仁贵放着翡翠郡主不娶，非要去什么千里迢迢之外找他那个糟糠之妻。是，除了是之外，你就不会说别的了？没办法，习惯了在夫人面前什么都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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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吗？小姑娘，我想问，里面可有一位姓柳的大人？有啊。那他是不是叫柳金花？是啊。那位大叔叫刘大牛，带来了一位姓薛的火头军的口讯。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《隋唐英雄传》。